美辰他写信给我说，老师要不要再讲解一次 soul， 对不对？还有 double soul 及 low down 的节奏，及介绍一首可练习的曲子。其实啊，你随便讲一首的，你看看你这样子一次就已经叫我介绍三个 soul， 三个什么 soul double soul 及 low down。 其实啊，我不是讲过吗？你这一辈子啊，你会三种八种节奏，你就很了不起了。对，那你想要叫我说在一次就介绍三个节奏，其实啊，你们那观念要那个，你刚刚讲 low down 啊 ，soul low down， 其实你刚刚弹的这个就是拍子就是 low down， 也就是 double 就是那种你弹的，我看一下。你弹就是 low down 的拍子，哎，好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拍子啊，就是八个里面呢、啊，我说八个节奏里面呢、啊，它占掉就是一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又是最重要的一种。这里面有，尤其是对钢琴来讲是最重要的拍子呢，就所以啊，你一定有挫折，对不对？一定，你想想看啊，你右手根本连弹都不要弹了、啊，也不要唱的嘛。你今天呢、啊，就光是弹一个拍子啊，就把它弹稳一点。可是不是你自己啊，别人也是做不到的呢。你看看那个谁，我一直讲 Gloria 很聪明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弹的，其实心太大了，根本就不要去弹的，先把拍子弹稳一点。这个是他以前留下来的，因为有这一次一下就弄乱掉了这样的。你看他就。你们就心太急了，懂吗？要想要练这么多节奏，结果一样都没弹好呢。他已经算，我一直讲他已经算聪明了的，对不对？根本我连就是一听的话就觉得，他就是现在弹的 low down。好好的，关是一样啊，这就是你要弹的，就是你们弹起来就是没办法掌握到那味道，你知道那个拍子也不对，好像只有蹦，好像因为它毕竟比较这里面来讲呢。他还弹的比较稳一点呢。所以那个美辰啊，或你们可以参考他这样的。对，那你看看那个，他看呢。但这边又想即兴了，反正这个就不用参考了，因为他这个就是也想 double soul 那种话，你们就是反正呢、啊、就是慢慢来嘛，就是刚刚那个唯一的就是那个蹦啊，他弹的这个 low down 里面，就是美声你可以参考他的，不是这一片。
结果你们，我记得上个礼拜是给你们功课，对不对？你先把左手啊，只弹一种，不要连。把这个弹好，至于说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到了二指琴的时候加点改变一下的，但是它不是很重要，不是说不是很重要，而是说你有时候弹到二指琴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突然这样子，比如拉瑞跑到这边来，你一下子转不过来，所以再加这个，往往这个反而好弹的嘛，因为这个是一拍一个音啊，对不对？反而好弹啊，这个反而难弹的嘛。就变成你们会弹的都错误呢，这个拍子就是把它弹稳一点。拉西哆发嗦拉西咪发嗦拉瑞咪发嗦哆，全部用一指琴弹，先把这个弹好呢，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呢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弹得很稳，这样的。拉西哆发，所以右手不要去弹它了。你看那个像你们这个美声哈一唱，这就你看到没有？没有这种拍子的，哪有这种嘟嘟嘟嘟这样的？完全不一样，自己弹起来的时候。就是觉得怪怪，你右手连你右手也不要弹，因为你右手一弹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被影响到左手的嘛，所以你就是干你就这样压一下，拉西哆发，那这个发的时候呢，这都没有音的呗，一长呢这么长的发，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弹错的嘛，你这边有可能弹错，拉西哆有点可能会影响到你呢。拉西哆，对不对？这困难在，因为你嘴巴要唱，这边就那个，那你开始连唱都不要唱，就固定的这样，固定的把弹。那你，我希望你下礼拜对不对？就只弹这个给我看一下就好，连唱都不要，嘴巴那个右手也不用，把它弹准了。算是难的、哦、牌子里面算难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好 Gloria 好，那个所以说呢，就先把一个交接，然后呢再来，等你很熟了，对不对？拉西都发的时候，对，发是最简单的嘛，那个时候中间都没有，都是以长音的，你不会受到影响，就好好把它弹好。就这样的，拉西哆哒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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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然后你弹熟了以后呢，一直先弹熟，然后再来。这是我加上去，我改变的，就是变成一拍一个这样弹。你当然你这种是这种反而好弹的嘛，一拍一个音反而好弹，对。拉西哆发，所以呢反而不会错，但是最容易错是一指琴那种弹法。你看啊，你看。这边反而不容易错，对。
所以你想想看，重点呢、啊，有时候像你刚刚席瑞多拉就找了半天，其实这个倒无所谓呢，这就表示旋律啊，你要认识它旋律，你不熟明白，但是最重要是拍子打好。好吧，你下礼拜啊，连这个右手都不要，你就先光打这个拍子 ，re， 全部用一指琴，手。那至于说什么 soul 啊 ，bossa nova double soul， 那是有那根本不要理他的嘛，因为你不要一下子弄那么多呢，你一光是一根就把它搞熟，这最重要，一样每一种拍子都打得很熟。很准的，然后再去换一个，否则我说你们这一辈子会八个节奏就很了不起了，对吧？那有那么哪有那么简单的？哇，你八个，你一问就要问三个四个呢？开玩笑，那怎么你一个都没有弹准呢？对，那个也不是说你啊，你看今天所有丢功课上来，他们都弹得很，也是都算你的学姐的，只有那个这个你看好 Doris 好了。Doris 来看一下 Doris 算很不错的。你看他用 stride 规规矩矩弹最好的，一定要先练这个。结果你们那个太急了，想要一下子就想要弄了，对，这样弹对。所以转的是万能的东西。对，他就弹得蛮稳的，对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再换一个片子，我看一下，他这个，